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儿，今天还做个粉蒸肉来吃。上次开心过来耍的时候，他说他想吃粉蒸肉，然后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其实我不会，然后我就没做给他吃。今天我来打头阵啊，做出来看哈，弄好吃了，下次他来我就主动给他做。这是我买的一块五花肉啊，你看这个五花肉安逸得很，把这个肉干洗干净的干儿。把那个粉蒸肉给它切成片片，把这个肉切好了，把生姜放下去，再倒点这个老酒，给它腌制半个小时。因为今天我要自己去炒那个粉嘛，所以说就比较麻烦，给它腌点就不管它了。这个是我准备好的米，还有黄豆，丢点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花椒那些，再这点海椒，如果不吃辣的话，这一步就可以忽略。然后倒海草。我跟你说，自制蒸肉米粉儿。先做出来再说嘛，哈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我也没吃过，你也没做给我吃过。那么会每次给你吃了，你都还不相信我？但是有的一番吃了的嘛，爱会消失的，对不对？不会。会。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消失，你对我的爱我就不知道了。老婆，话多得很。怎么样？要把那个米炒熟。这个海椒味儿炒出来了，有点呛。现在把它围到一头，给它磨成粉粉，这是个大工序。就这个节奏。哎。对。这个就是我刚才磨的粉，我觉得很香。这是我加的调料那些比较多哈，现在把那个啥子肉那些给它选出来，姜片就给它不要，再加入这个粉粉，给它和转。我都要还有那个南瓜来垫底，好吃，你吃吧。用南瓜用红烧都要得，这种粉蒸肉哈也是我们农村头那种八宝宴头必须要有的菜。把每一片都给它裹上粉，再切点南瓜来打底。哎，我发现我这个蒸笼买小了。撒一点粉，这就是一格的粉蒸肉啊，放的那些。我这个肉里头刚才放了盐和那个生抽的，就是懒的时候啊。给妈妈烧火啊！你看今天太阳好安逸哦，嘎，好白哦，你看，啊，好香！爸爸给你修房子，猴年子哈。晓得不？你说我稀罕，看那个电子。你们，咚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咚！对，吐把口水给他吃。还有鼻水。我来看一下啊，蒸了将近个小时，看。老趴，来给你尝尝麻辣味的，你不嫌弃我哈？没得架上就好吃，我觉得好吃。好，把它捞起来了。你总要让我绝交一下，我才晓得味道噻。你太慢了，一人一罐啊，一人一坨。一罐吃一坨，我这好分量好足，你要到外头去吃粉蒸，哪有那么多？好吃不？
你看到没得？多点那个。正儿八经的好吃，上面可以撒点葱。嗯，我也吃到后面感觉好吃。假，你两个人不假，刚刚我还没用完牙齿，还没咬完，还没嚼。你猪八戒唱人参果吗？打困吞了。我还没嚼嚼啊，你就问我好个，要问我好不好吃？我说要慢慢品噻。哎，来来来，再来块。现在感觉还可以。来嘛，再来块。这是南瓜好吗？嗯，肉很入味儿。很软。吃了回香回香的。有那个米粉的香味儿。但是我喜欢吃甜食。嗯。下次我做鸭血肉的行不？哎。我不喜欢吃鸭血肉。你爱不爱我？不爱。